过了可能是福统，是台湾，差不多民国72年以前，一个国无过后呢，国重要的根基。云林仑北有一间百年历史的个脚踏茶店，仑北也有专门做一个福统哦。按照77岁的头家，用了10个月的时间，作为一台福统，要建本就按客家文化馆来收藏。夜上老人家天窗要停高，听见他们紧张紧张，也收走的罐头没听见，你就当惊。为了帮后生人了解早期的工种身份，头家对仓库地图前出去的人看，重新打造了台仪式和服从。啊，我传好我爱啦，啊，来学起啊，从这写字都好起来了。啊，做一代来互看啊，互讲咱湖南关仑北乡有这款的名哦，互。看下咧，福统未按照机器统，系往北港中年天朝无住的神圣工期。不过人知做福统的店无一刀，所以讲四当贵。当地是用2000斤的骨，将是得分的多一台。哦，2000斤哈，2000斤的无，会搬搬一台个款的机器，很真贵，个款都真贵哈。啊，后面个款哈，因此就变一刀。哦、比较比较多啊啦，哈，啊，就较便宜啊。阮厝开始经营头一个，我知影就是铁尾，搭这个鸡日桶红布修理甲买卖。哦，啊，因为伫咧我的记忆，伫咧国校中间1年、2年，阮鸡日桶就从来无过来生产。听见时代改变，传统的人力工期，每盘机械设备来推配变做历史。这台仪式和服从，我根本就按客家文化观点起，我不民众来怀念早期的田中身份。客家新闻李新龙，云林报道。